这里乡永兴社区、上安社区等庄头，这几年来拢积极发展农村旅游，并得到游客真侪好评。为了协助地方整合这个资讯，这里乡公所特别规制农村饮食、大宿等相关旅游资讯，打造一本介绍这里的农游护照，希望做出营销这里的优质农村观光。这本山城水里农游百乐的农村旅游观光护照，内底汇集了水里在地推广农村观光旅游的相关丰富资讯。水里乡公所以及相关协会，希望透过这本护照寸草的手册，提供游客来到水里农村铁佗上最全的参考。是希望能够结合所有水里的食宿游购行，所有的店家好吃好玩的所有的资讯都能够整合在这里，所有来水里的游客，他可以透过这个护照上面的所有的资讯，引导他去找到这些好吃好玩的一些相关的资料，借着农村旅游来带动地方的观光。所以呢，也希望说借着有一个产出，那除了食品的研发之外呢，还有就是一个农友的手册，农友的手册针对农村哦，是不是全乡，是农村的一个点哈、因应这地方创生的一个主要的计划，有一个产出，把农友护照的一个观光农村旅游点能够呈现出来，让乡亲们知道哦，那水里有很多很棒可以食农体验的地方。除了专本的护照手册，水里乡公所嘛同步推出网站，方便民众在网络上参考来到水里农村旅游的相关资讯，无论是价格大以及地图拢看得到。然后在整个的生态地图里面也有不同的一些游程。这个网站我们有结合地图，然后也结合每一个店家上面的仔细的介绍，好、来做推广。那另外一部分也结合这种书籍的一个方式，让大家非常的容易透过这样的一个护照的一个大小，好、进一步的做传播，透过行销的一个方式来展现它在地的特色。这里乡的永兴社区、上安社区等庄头，这几年来拢积极发展农村旅游，并且得到游客真侪好评。这里乡公所打造这本农游护照，相信会当提供有兴趣游客更加方便的查询。记者金山十多。